只见这只黑猩猩牵着一只狗过河，他们被困在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。虽然有些凶险，但黑猩猩鼓起勇气成功跳了过去，但是狗子却不愿意了，于是双方上演了一场拉锯战。最后你们猜是狗子被拉过去，还是狗子将猩猩扯进水里？这个男人养了一只黑猩猩，并给他取名叫小皮。今天他给小皮布置了一个任务，需要小皮带着狗狗小豆一起将食物送给农场里面的爷爷，只要这次成功了，以后给爷爷送饭的工作都交给他们，自己就可以休息了。只见他将饭盒绑在了狗狗小豆的身上，然后将牵着狗狗的绳子放在了黑猩猩小皮的手中，并仔细地嘱咐了小皮几句话，先直走然后右转，之后再过河就能见到爷爷了。小编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只黑猩猩真的能听懂人话吗？主人目送着他们俩的背影离去，刚开始走得挺好的，只不过还没走出两米的距离，小皮就害怕了，他硬拽着小豆原路返回，主人只好再次鼓励了他几下。重振士气之后，开始第二次尝试，主人再次目送他们离去，能成功吗？显然这次他们又失败了，小皮傻傻地松开了牵着小豆的绳子，然后狗子就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主人开始认真起来了，他一定要教会这两个家伙送饭。第三次尝试开始，很好，一切顺利，小皮和小豆成功踏上旅途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出现意外，送饭送的饭都掉了，主人当场裂开，他张大嘴巴大声呼唤他们，食物掉了，你难道是想送个寂寞吗？好在小皮还是很聪明的，他回头发现了这一切，立刻折回去将食物捡起来，他还知道将食物放回小豆的背包里，只不过好像不怎么牢固，他一阵狂按，狗子露出了一阵无语的表情，嘲讽效果满分。小皮终于发现了背包是有盖子的，他再次将食物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，不错，终于可以出发了。主人虽然心大，但还是有些担心的，他在后面默默地跟踪观察。他的观察是对的，因为半路上他们俩就放松了下来，一个躺在地上吃草，一个站在草地上转圈，在一旁观察的主人立刻露出了咬牙切齿的表情。不过好在小皮还是知道自己的任务的，他终于又牵起狗子准备上路了。小皮来到岔路口，想起主人的教诲，直接举起右手然后右转，智商瞬间达到180。不过还有更可怕的难关在等着他们，小皮和小豆来到河边当场愣住，他们需要踩着踏脚石过河，稍不注意人类都可能踩空，更不要说一只猴跟一只狗了，他们一阵无语。可是如果不过河，爷爷就吃不到午饭了，想到这里，小皮还是鼓足了勇气朝河边走去。最后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了前面的所有踏脚石，来到了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，中途也是有惊无险，只不过这最后一块踏脚石离岸边很远，这让小皮和小豆都很害怕，他们停在了那里。在后面偷窥的主人也有些担心，小皮那1.8米的大长腿还是有点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皮歪嘴一笑，他要干什么，竟然是立定跳远。小皮成功跃到对岸，但小豆非常害怕，他使劲地往后撤，险些将小皮又拉回去。这种宁死不从的行为仿佛在说，哥，咱回去吧。小皮则表示眼睛一闭一睁就过来了，狗子还想挣扎，但还是被小皮的力道拽得无可奈何。就在这一刻，狗子也终于越过了对岸，接着来到了田野里。他们听到了爷爷的呼唤声，立刻屁颠屁颠跑到了爷爷的身边，小皮往爷爷身上一扑，表示自己委屈。虽然中途出现很多状况，但他们好在是成功的将食物送到爷爷手上。